其是公主，我能理解。但是龙界，你是哪儿啊？呀呀呀！你这还是公主啊？真不敢！大唐公主，敢对我们公主不敬！住手啊！我也没有听过龙界。龙界在这个方块世界之外，上千个平行世界中的其中一个。那里龙族是世界的霸主，而那里的最高统治者就是。大天之至已到，恭迎龙王！插话，插话，叫你插话！别来了，别来了！对了，你费这么大劲跑这来干嘛？那个老龙王他去世。什么？怎么会？现在龙界到处都充满了危险，各个派系都在争夺王位。才几天就这样，真是一群白眼狼。公主大人，快回去吧！前国王的亲信都被抓了，快去救救他们吧！好，事不宜迟。等等，就这么的。少爷大爷，亲信都被抓了，那你为什么没有被抓？我是拼命逃出来的。那你身上未免也太干净了吧？你在说谎！我这没进去过。别让他跑了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解释清楚。说吧，你们叫他回去什么目的？我是不会告诉你，我们要将他当作傀儡控制龙界的。哦，原来是把他当成傀儡在背后控制龙界呀、高枪，我不会多音术，可恶啊！秘技干扰术，我是你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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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这犊子，还要听这什么鬼秘技啊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回去。不行，现在回去会有危险的，我们再另外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危险？